我谢金宝是个四点十八，我朝早九点廿分起身，我去早餐食。四点半就去打第三针，我嗰阵未食抗生素。四点半咧，月廿一喺元朗剧院隔篱嗰度，好似话第三针嗰个效力会强啲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能放假先。听日要洗伤口，终于知依家。最重要應該都是洗傷口啫。我依家最期待咩咧？快啲好翻。唔係咁，但係好，即使跑得步，都應該做唔到人體。多一句，我琴日行翻屋企，經過天上公園，咪講過。引體馬骝架嗰個位封咗膠帶，加埋鐵馬，個鐵馬仲要綁住鐵鏈，搞嚟講你搬佢唔走。你淨可以拆，你就可以整爛啲膠帶，但係個鐵馬係搬唔走，所以話俾你聽，嗰個位係做唔到。行咗一個矮嗰個單槓都好似做到，但我唔記得做，或者坐個集中力都 hold 住喺嗰個鐵馬度。有咩事咧？盡量幫佢屯門。屯門依家好似話好嗰個疫情好嚴重，嗰個位爆得最犀利，好多人都喺屯門確診，甚至都話跳過。去到玩執生，我唔執佢。天水圍。診所有一間醫務所就話就要用咗過期伏必泰俾三廿個人打針，嗰個位就喺北光商場咩新都會醫務所七仔隔離嗰度。
嗰個位北江，咁但係北江對我嚟講都好耐冇經過。對上一次經過北江已經係上個禮拜嗰時，上個禮拜我睇醫生之前嗰幾日。是望到個隱形人，我唔知道穿啊，就係之後第一鋪買翻同，我俾佢超下手一兩次，我喺上面啱啱收頭，所以即刻攞啲藥食爆我肚。你嗰個隱形咧，而家睇緊講咩啊？喂，呢個北嚟嘅，我喺 BF 一見過好多次 ，BF 一見到嗰啲隱形嘅，唔係北嚟，係其他嘅。我記得以前，我唔知有冇錄低。我玩刺客衝，我刺客衝鋒嗰時過二咧，唔知插咗啲乜嘢，原來我插到個敵人，仲入咗營。我唔記得冇，其實都好耐以前，都四五年前，都五年前啦，嘢細噶。隱形嗰啲係輸太嘅。甚至啲隱形加埋自愿穿上爆头嗰啲，一定中言之 ，BF 一隱形就穿太，冇一个人不嚟。佢哋咁讲，咪即系话你玩 BF 一未见过穿太？依家形式都係得我自己個打機嘅，亦真，因為我啲 friend 都放，但係我啲親戚 friend 都放棄曬，有啲人玩夜市，依家先話穿塔年代，係咪神仙？截住神仙咧，我諗緊。即係 game 開始嗰時已經遇過，依家先遇到嗰時有啲太遲。英國講咩？人生最唔中意係滅殘。滅殘嗰陣時咧，就嗰啲點樣慘嘅手咧，有啲屎令令嘅嘢黐住咗。即係滅殘有一次有一大陣慘嘅洗唔走。有乜人過嚟幫滅殘？之後加支牙籤同筷子幾好啊！自己做一個人姐姐，仲要滅殘俾我前世，俾我嘅 X， 俾我 X 食。我想講人生第一次。真真正正變咗個殘，頂衰唔衰一種？
我諗緊，哇！呢、這個橙嘅時候已經翻肺。我諗緊你食朱古力嗰陣時候，如果朱古力溶咗，隻手成手朱古力，你又你 A 都冇 A， 橙你 A。搣橙，仲有搣橙咧，其實我自己搣過，完全 feel 唔到咯，搞掂咯。我搣橙嗰時候，隻手喺度搣，洗完之後，但好似只覺得自己好驚橙。唔中意搣橙就搣，仲要人生第一次。